大家好，我是未神秘的李永兴 Ten， 你好。我比较喜欢穿卫衣，因为我觉得穿卫衣的时候有 swag 的感觉吧。啊，这个有一点很难啊。跳舞的时候呢是运动鞋，在没有 schedule 的时候拖鞋，所以我选择拖鞋。眼睛，因为眼睛可以表达你的心情。早上放起来，晚上 all back。不可以选择两个吗？因为我觉得我要带两个，能有这个安全感。叫外卖，因为我不喜欢洗碗。红汤，因为我喜欢辣的东西。白天一定有这个太阳。早上咖啡，晚上茶，这个不一样吧？对身体不好，我都不选，因为我爱我们的粉丝，所以我要健康。都喜欢想哭的时候听这个助行歌，然后想跳舞的时候听举行歌，吉他伴奏的音乐。小时候我喜欢听这个电瓶的伴奏，但是最近我喜欢听这个 guitar 的伴奏。桌子，因为我有很多话要说。海，在泰国时候，我们的家有假日的时候都去海边玩。夏天，因为可以穿小衣服。都喜欢，谁不喜欢小的东西呢？打电话，我不喜欢这个。把大字，床上看电影一定，因为我不喜欢打游戏。有氧运动吧，因为可以跟朋友一起摸打球。还有什么？画图画。好的，今天我的画画的 skill 是 Winwin 一样的 style，Winwin 的风格。好的，丹丹，这个是 Winwin 风格的画画。那这个意思呢是自己的人生自己决定。太阳是每天快乐。第二个呢是你们一定要在我旁边，每天都爱爱爱爱爱。拜拜。